谁还没进来？哦，少一个，对，少一个。你要专家还是要噩梦？都行，噩梦也。加一下好了。所以现在是谁还没有进来？有，还有谁？等我一下。欸，这一张图不用开门就可以进去的那个 bug 还在吗？是这一张吗？不是另一张吗？不是，是这一张吧？不是吗？不是，哦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还有电子，哦，我要车库。车库有柜子可以动。这是个啥玩意儿？麦克风啊。嗯。嗯，那个可以抓大概的位置。我用用看哦。摆那边就可以了，摆那边就可以了，因为我刚刚在另外一边又摆一个。哦，这是你摆的。对对。是不是跳掉了？为什么只剩下两个人？哎，我也掉了，我掉了。你们都掉了吗？对，掉了。因为早一点我跟人家玩，他们是说 AS 间不太稳，好像真的不太稳。哦，是，所以是那个。地区的关系，那我一样开 NA。好，三个七，然后三九七，七七七，三九七。
准备。那个前面的，你有点卡到那个视野，我看不到。因为他在啃鸟，会被挡视野，真的是鸟。啊，真的会挡视野。可以。我连准备键都拿不到。按那个空白键，跳过去。猎杀，你要胜。位置难度。这是电闸吗？哎，新电闸。新开的那一种。刚有人开门的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。找到位置了吗？杨鑫。看是走廊还是？不动山，没有指纹。看一下是走哪个组。我先去看南海方向。南海方可以躲。有东西。有东西。走廊是吗？还是？看到了武器，抓一角角度，应该是走廊啊！我走廊刚刚测三度，你们可以跟他说话一下。Are you here? This is Vimo. 啊，我建议你们分开。有一个。啊！这咋放不下去呢？哎呀！哎呦，门被打开了。那个。啊！他跑到南海房这里来，他有没有去？闭关。这个衣橱这个门，衣橱的。没有。嗯，你们这样子一个人拿 EF 啊，另外一个 EF 在哪里？啊，在婴儿房。我看到了。他在婴儿房，贵房，婴儿房。音乐盒。对，架子上。我问一下托尼，那个我拍了。我问一下托尼 ，Are you here？ Are you here？ Are you hello？ 他是不是说话了？托尼和我干，都死。魂魄魅影虐魂。找一下有没有个来撒个
Kill yourself.头在厨房的灯下面。安迪，那是哦。那理论上应该还要有一个证据。踩了。看一下有没有那个脚印，应该是没听到声音。老爸，他不在。那里没有脚印呢、哦？看一下这个。哦，有脚印。哦，那就不是魅影了，魂魄跟软魂。我没看到那个灵球，应该是灵球吧？对不对？是吗？不是。现在笔记跟刺骨哦，刺骨好，没有刺骨吧？我们在里面待那么久哎，我就等笔记了。笔记放了里面很久了，那里面显示啊，搬个地方，这个我放在客厅这里，有点远，把它搬里面一点。什么狗狗？躲柜子给他写字吗？这个五雷更，哎呦，现在看不到外面了。特别低。可能要准备一下那个什么。不写字，鬼房在那个婴儿房。哦，他砍十字架了。第二次了，第一只没了，两只都放你。哦，咬两次了，咬两次。再拍一张，有一张。
来拍过。嗯，难度两次都砍完了是吗？砍完他的强度被强度爆了，他走出来问那变三。我一个没带圣木的，我是不是应该出去？这上面是什么声音？嗯，啥？他走到客厅，走掉了。啊，我没了，来不及。拍完来不及换。使用诅咒之物，哦，这是咒。我要逃脱丽莎。哎，走吧走吧，哦，我怕我卡掉，小卡小卡的。玩音乐盒，音乐盒他在我旁边，一直窜，一直窜，一直窜。哎呦，我看到有一个东西闪现过去。逃脱丽莎应该解掉了，一半速度，很破吧？他没有解到。OK。太早点是吗？欸，对哦，要给他看到才算是不是？对，要给他追，要让他看到，看到人，要看到那个人，前面有看到。写笔记了，写笔记了，错。我是觉得不用解啦，毕竟这才那个增加而已。你怎么看？下一场，我们死一轮啊！那选红破了，那我把它烧掉喽。哎，烧不掉。
备吧。地下室站，仓库可以。哦，似乎是个魔法阵，召唤阵。喂，你脚底下。男孩房也可以躲。我刚刚听到咔啦咔啦咔啦的。天气。是天气。椅子给改正了，这里的东西嘞，他在客厅。骨头在地下第一间门口而已，他在客厅。三级，三度，他丢了遥控器，我拍了。一度，他在这里。然后丢东西。他是开柜子，看个灵球。反正我是没看到。Are you here? Are you here? Are you close? 通灵盒。确定通灵盒吗？
说骨头在哪？地下室第一个房间。地下室第一个房间，那个灯下面。要用召唤阵吧，拍那个足迹，撒个盐。应该不会有刺骨行文吧？我现在看了半天都没那个影子，没有。我把刺骨行文，相机。你要关起来了，让我看不到铁证。哪还有相机？相机来拍个那个足迹。这里，那我再放一台啊。好的。是没有。那还是因为你们都在关系啊。哦，指纹看到了。骚灵。任务是捕获鬼魂照片。再拍两，再拍一张互动。哦，这个好了。去用召唤阵。我哪边可以躲来着？直接躲地下室就好。在拍照。我拿个手。我这边，我这边，我这边。圣木不是相机。哦，相机。哦，圣木，圣木，我拿圣木啊，拿圣木，有啊，圣木打火机，打火机，那给你点，哦，对，要给我点，然后我拍照，等一下，躲垃圾桶，躲这个垃圾桶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眼 ，OK OK， 对，躲这个，然后等一下那个手电筒要记得关。你拍完之后，我拍完之后你用圣木驱散它。来吧。要喽。来吧。走。哎哎哎！哎，我完蛋了。我烧不起来。不是 NF 烧它吗？按右键。现在改右键了。那改很久，我那时候也不敢跑过去，你知道吗？我怕你们也一起掰了。那听见吗？直接，好了，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结束。那个傻逼改的右键了。哦，他咬十字架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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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看一下选项。日曜用途，日曜用途好像不是 Q 吗？我在车上吗？外面，一个在里面。切换。出来有事。还好有十字架。
那不然就再等一圈。对，不然就再等一圈。主要用途。刀灵。刀灵。我看是啥呢？吃饭，很辛苦。找一个。哦，不错，房主，我重庆下。再找一个。Welcome back. 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Looks like there are others out there in need of help.要再等一个吗？我都行。我也是。你们玩那个吗？噩梦吗？我都行。要少经验，经验比较少。噩梦呢？噩梦经验比较多。看你们。也可以。先三个人吧。吧，他现在这么人性化，直接放在你这边。这边什么东西？钥匙啊。哦，对啊，怕你出去忘记拿。那为什么他要做一个锁门动作呢？意思一下，比较逼真。你要地下室牌？那去地下室拿你去吧。对嘛，塔罗牌。该抽吗？哦，我不知道什么会有，看一下啊，没有东西啊，这个吗？那个动人，你跟他说好吧，
扫一下电闸。哎，我让我开。欢迎好。动。电闸还是车库吧？哦，电闸我开了。电闸开了吗？开了。开了。没开啊？灯呢？关掉。没关这么快吧？我拿个纸光。应该是走廊。哎呀，这里，哎呀，在这里，对，六度，在走廊。对，要走六度。我去车库看一下，他丢东西。他在车库丢东西。啊，他在车库丢东西。啊，卡这边的门了。啊，我的相机嘞？车库不能躲人。哦，外面的可以，里面的不行。关了浴室门。哎，哎呦，半透明，来了鬼了！嘿，有女妖不？放歌了是吧？没有女妖。对，这是现身。头还没找，这温度好高啊！我相机呢？又没了。又现身了，大灯，大灯，对，感觉我理智要没了。相机剩两张，可以拍，一张拍骨头，另一张拍互动。然后理智应该是要没了。哦，找到骨头了。相机送来了。
在地上。拍个互动就能走了。对啊，我们还有一个啊。我们只知道通灵盒而已，不是吗？对啊。相机找到了。嗯。看一下有没有。待会直接躲。他采盐了。我待会直接躲那个厨房冰箱后面。他走进浴室了。哦，有足迹。躲厨房哪里？哦，冰箱后面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跟你说。没事，我看一下上面看的鹦鹉。看一下有没有点阵。那我们也得让开啊。我只加了一台在那边。会开灯又会关灯啊，这个他在玩灯啊。他刚刚不是在玩爆哥？他那个是对啊，那个炸灯。可是会开灯，那不是蒙眼。他现在都把周围的地方打黑，以前还有房子，现在都没了。无脸。看一下是不是有、哦、有没有点灯。OK， 好像不能在里面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点太亮了？他的鬼房温度好高。啊，我要换到客厅去了。哦，你说车库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那一个走廊是走廊温度很高。那走廊，我们进去开开。还有发亮。看一下那个，测一下那个温度。要玩脏水啦！来洗手。那、啊、那个走廊的灯在哪里啊？啊，他在厕所啦。啊，他等一下。他在厕所，那就好办了。进厕所，看一下厕所的那个。啊，他进厕所。看厕所那个点阵。他现在人在，他现在鬼房在厕所。他看起来好像进厕所。看来透明透明的。有点阵吗？哦，有有有，看到了点阵。有有有。一瞬间而已，一瞬间而已。雾影，妖怪幻影。不是妖怪，不是魅影，不是幻影，不是魅影，妖怪跟雾影。妖怪跟雾影选一个。没有啊，让他猎杀就知道他是谁了。看一下塔罗牌，去抽塔罗牌。他昏电砸了他，切！假哈！
让他猎杀了。阿罗牌。收卡。该裂了吧？裂裂裂裂！哦 ，no！ 他跟我走同样的位置，妈的！哦，我睡一下。圣木驱杀，他跟我走同样位置。就是那个，这个是妖怪。这是个妖怪。嗯嗯，现在怎么了？这是妖怪。哦、oh, ，OK， 我刚被我爸妈叫走。我们死人了。对呀、啊。啊？我用圣木驱散他，跟我走同样的位置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死人了。傻子。对呀、啊。他被猎杀了。OK。嗯，逃脱猎杀。喝水水。我看到雨天的药早上没有吃到我的补铁剂。
最近在那个虾皮上面买了一个麦克风支架啦，然后因为我原先的本来它是三角的，然后它很容易垮掉，而且它1000多块，1400吧，然后它就一直倒下来，就很心疼。然后我买了个支架，想说应该会比较牢靠一点。是牢靠了，是牢靠了，没有错。但是它的大小有点不对，它呈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姿势，我有点怕它再倒下来。因为这个一摔不是一般的摔。嗯。你们看得到中间这个吗？哪一个？你们看不到。你说那个紫光照的那个吗？照完正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紫光照的这个吗？那是紫光哦。紫光去哪？不是那个，不是。还有这个啊。我以为这拿不到啊！哦，在这紫光，你说这个？这一坨布，我只有看到一坨布。啊、哦，一坨布，就那个鬼啊！原来他们有解决方法。我看你那个灯是往后照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往后照，对。怎么样往后照？就是你手拿着，然后往后照。我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。它就随着你的，因为就是那个手啊，它不就是会跟着那个头部就一直动吗？对呀、啊。对吧？然后你那个头部，你在往下转的时候，那个手就跟着一起往后，直接往后折。是。好。Yes, I'll send you a message. Hey. There's been no reports of violence or sightings, but please remain careful. Ja, 不是魔镜。哦，音乐盒。哎，为什么？对啊。我确定我的麦克风有没有关到？哎、啊，在地下室。鬼吗？对。哦，真假的？快！哦，我看到了。因为他丢球了。电闸开。那这给你们。看一下，电闸在楼上。哎、欸，没有，在车库。帮我开一下。你们去开吧，我用回去拿东西。Are you here? Are you here? Are you close? Are you friendly? Where are you? 你们有人动了地下室那个吗？ Are you here? 等一下啊，加个相机。Are you here? 哦，我在里面那间。
也有可能，应该是一起。Are you here？ 他们强势啊！我里面加一个，这紫光灯就送你。Are you ready？ 这次应该没敌。温度计。嗯？这什么画面啊？怎么那么黑啊？这地下室也在黑了吧？可是你要开一下灯回暖啊！你这没有那个电闸开的都一样，是吗？ 11.3 里面6.9 8.0 11.7 8.7没有特别高或特别低，感觉换走了，因为没互动了。哦，温度超高。都6啊8啊11左右，没有互动。Where are you？ 我头在车库。车库。Where are you？ 也没有在车库，车库是有人要捡骨头吗？没有音乐盒。有人要捡骨头？我还没剪，因为我拍了，因为我拍了，我拍了，拍了就剪吧。我们不剪。骨头也拍了。他好像在楼上吧？不用。对啊，他应该在楼上吧？别人都10多度哎。看有没有互动？你们先去楼上看一下，我去客厅看一下。Where are you？ 对啊，16多，在楼上。还是我说，还是说我的区域都是哦，5点多，3.1，哦，在走廊，嗯，在走廊，我把东西丢上来，你们再看，你们再稍微看一下吧，我去搬东西。他可能是跟着你下去的，不然你怎么看 ？Show yourself， 啊，你这眼傻过了。还没，那个空，那个是还有的。到了。所以他应该是 bug 跑到地下室去了。应该。哦，刺骨寒温，看到了，刺骨寒温。在里面吗？对，这间。Okay。 然后他又在隔壁房那个哎。没有，这一间才是鬼房。过来互动而已，这间才是鬼房。他不想写笔记，他把笔记翻了。出来。有相机吗？我没相机。你刚手上不是有相机？我照完了。还有没办法碰到降椅子。有跟他说过话吗？有啊，他没有回。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换了，所以可能要测一次。他要丢里面的东西啊。再测试一次。紫光跟点。紫光开了个有，猎杀，狩猎，太快了吧！太快，不行，把灯关掉啊！
被你吓死了都。吓了，我们吓，我告诉你，他一旦过来，我们就两个球完了。对的，他过来了，他来了，我们没了。好，没了。Double kill。对哦，三杀。我们直接全灭了。地方没有先找好躲藏点。啊。那直接全没了耶。没有先找好躲藏点。直接嘎了，巨灵。哇！李志江真快。觉得应该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不是。巨灵的能力，动电闸降一致。阿 B 要来吗？好，那个号码是一样，771397。进去应该先看一下逃生路线。没有，那个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车库也没办法躲。对，车库一个躲点都没。然后还有房可以躲，店家地下室，车库可以躲。婴儿室外面也可以躲。走廊也能躲。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招安证。好，不错，招安。地下室可以躲吗？地下室不行。Are you here? I'm here. 那个骨头在南海坊的电脑桌上，的键盘上。地下室2.6，地下室，大地管，地下室，放在地下室，好危险。Are you here? 你在这里吗？你的爆音好严重，我的天哪！自己关门，自闭了。
他没有回我。现在有报应吗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是你在游戏里面的时候报应，知道为什么？009，2.3个零球，没有加长机吧？看一下不零球。EMF 在上面对不对？嗯，底下也有。安静。玩摇椅啊。走。我把相机吃。好的，回了。又在玩。回了，就碰一头。碰一头。不动。相机应该不用再加了，可以看到全貌。应该也加在上面看看。拍个彩岩或动，有一张拍鬼。到前阵不确定，现在是通灵盒还有什么？没有，只有通灵盒。OK。点阵现在也只有加强机而已。去撒个眼。看一下点阵。正在看。我仔，再拍两张。好，我们已经拍了九张了，各位。对对，我知道。拍一张鬼照，放这。上去了，才。你知道，因为他这个地方不太会开门，知道有没有指纹？你，哎，你们自己小心点，他会绕你们后。带个圣木。下任务。点阵没有吗？没看到。有人去地下室吗？刚刚？哦，有。没有。嗯？那个手电筒的灯是谁的？那个吧。现在。热气吧。哦。最后把感测器拔掉。他一直没动静啊。我只要看到手电筒。啊，彩眼而已。他说：“你们要不要看一下吃有没有吃骨啊？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。
刚下去的时候是一度啦，还没有到负，下面有一只，没有，这个离赤谷还有一点点差距，应该是没赤谷。他就说你们要让阿丽莎看看，你们把门关起来，然后阿丽莎直接召唤阵。嗯，是现在的鬼还挺多的，其实。也不是不可以啦，只是看一下，招领妹不是排除，再看你确定是有没有灵球。嗯，没有，我们从相机里面看不出来有灵球这件事情，拿出来。大灯，大灯，妈的！大灯，炸灯！怨灵，有人开始点蜡烛啊！点四根，让哈利杀。看了半天都没有，点针都没有，没有，没看到。哎，相机呢？啊，对，好吧，先躲起来吧，我直接用召唤针。你们先把门关起来哦。看一下有没有指纹。别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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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裂。丽莎，丽莎。哇，你关我门！放去。八点了，干！我又忘记这不是按 F 了，我可以把它改掉吗？没有纸，没有，那先去除指纹。感觉有卡比基了，哎呦呦，而且这些写字了对不对？写字，哎呦，干，他直接堵我门口，要站住了，快跑！他直接堵我门口，他要去地下室。知道吗？他刚刚好好在地下室，我以为他应该没事，然后他直接堵在那个楼梯口那边，然后他一现身，不到一秒钟，我直接挂了。完，我帮你点圣木也来不及了。那太临时了，没办法。那在两百房，他在丢东西耶。招灵吗？那鬼会这样啊？有些鬼会，但是不会只会一个一个丢，而且丢不远。
我看他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啊！我刚才在想是不是少林，因为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OK。怀疑少林或魔头。我是少林。可以的话，没有灵球，没有指纹，只有通灵盒。笔记跟通灵盒是吗？笔记跟通灵盒就没有，有还有摩洛伊了吗？没有吧？有摩洛伊，通灵盒是摩洛伊必备的证据。可是没有刺骨航温啊！你们站在下面那么久，只有五级个点子，只会有两个证据，只会有两个证据，只是、啊、对，只是我要看他脚步有没有变快，进去等他猎杀好了。那个摩洛伊的那个目标弱小是什么概念？应该是你是月底吧，就是说你的理智很高的时候，他猎杀的速度会比较慢。那你理智越低的时候，他的速度快。他绝对不是无影。对，他会，对他不是无影，他会根据你的理智而改变速度。魂魄，你们试着在他那边点那个蜡烛吗？不是，那个圣母。他开门，他动东西了。我现在理智是零，然后他随时会开裂哦。好、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欸，他这是在客厅哎，好阴险哎。他杀人就会换位置啦。这不是摩洛伊，是梦魇吧？他看破坏天，没有啊，不可能是梦魇啊。大门，他一直在上面堵人哎。梦魇比较偏向关灯，不是炸灯。所以反而我是现在是偏少林，我偏少林，我觉得那就是少林。我觉得他在丢，一直在丢，一直在丢。他每经过每个地方，你知道，光是他在地下的时候，我就看他丢了四个东西，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。他的能力是大量，一次大量，就是一次可能丢两三个东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跟一般的鬼丢东西不一样的是他丢得很远。那应该是少林没错了。我看到有一个东西被丢到角落去哦。对，他跟别人不一样是他丢很远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可以出来了。Sorry。那我就关门了。梦魇。他一点都不野，结果居然是梦魇。刚刚炸灯了，可能是我们没有把它开灯，太早炸了。对，太早炸了。一点都不梦魇的梦魇。他不管电闸。哦，电闸是那个寒魔比较喜欢管，不是梦魇。
镜。我来看一下，等。等啊。车库点着。应该是在二楼。对，在二楼。抢哈。先砸开了。电话是响。在二楼。车库可以躲。地下室躲不了。这里这一间吗？啊，对，这一间，对。给你们玩。那个婴儿房有那啥木头，来，我来问一下。Are you here? Are you close? Are you here? 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Are you here? Are you close?验证，验证，动了。没有看到指纹。可是我是在外面。指纹没有吗？没有看到指纹。我看一下现场。哎，有现场有点阵。2.6，5.1。这样的点阵不是玉林，1.5，玉林没有复读，玉林排除。看一下有没有脚印，有菜叶，有雷魂，两个找猎鬼。没指纹。可以帮我把那个点阵拔掉吗？可以。两个都拔吗？两个都拔，因为需要了。灵球有看吗？灵球现在看，但是我没有看到灵球。我来看吧。最里面的那个房间可以读。二楼最里面的房间的最里面的一个柜子，你要躲。有灵球，有灵球。到灵球了。那雷魂还在哦，有雷魂是吧？对，雷魂有雷魂跟叉叶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赶快关掉，赶快关掉！我们任务要做什么？相机呢？还有相机吗？还有，收音器，灵异事件。这个不会是你混的。哦，很小心的，不要按到我的右键。啊，你们那个收音器，啊，对，那是收音器。收音器，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在里面。我看一下，女妖幽灵，女妖收收看，你可以躲起来收也没关系，一样收得到。嗯，地上也太多东西了吧。怕是怕雷魂。对，怕雷魂，啊，因为雷魂妖怪会找猎，叉爷也会，这里有三个找猎鬼。有了，收到了，收到了。
如果把它关掉的话，雷魂还有用吗？还是？没有，雷魂就没用了。只要关掉就没有用吗？对，关掉它就不会，它就不会那个。只要附近没有电器用品。哦，可以拍，可以拍，可以拍，快！啊，没了。我手上不是拿相机。啊，他咬十字架喽！开摇，开摇！相机在哪？在你的右手边。我拍了。有拍到吗？拍。他走出来了。哦，不是，我、哦、没有，他在里面。我以为你说鬼。开个灯吧。你知道怕、啊、就是又吃掉第二个了。这两张照片哦。OK。他在唱歌。这个门先。他在唱歌吗？刚才听懂，刚才有听懂。有一个很像妖怪在叫的那种声音。对，类似。那就女妖啦。女妖的特征就是。哦，有裂了。哎、欸，他从厕所出来！我操！欸、不要关门呐、啊！来不及。你知道他一出来的瞬间，我已经帮你点了。要不我能躲？地下室不能躲、啊，我听到有人去地下室啊！女妖吗？啊去了，先去啊去了。因为我不小心把那个木给丢出来了。女妖，结束。夜晚了吗？那个收音器在哪里？收音器就完了。我要听看是不是女。他们被那间隔壁间厕所。不是雷鬼。隔壁间厕所。路上。哦。地上。躲起来踢。他是不是又出现了？对。裂了。可是，他不是从房间里面出来的，现在在房间附近。不要死，开我的门。好。啊，去一楼。来，靠近。刚刚是 double kill 吗？他不见了。夜晚了。夜晚。上面插什么东西啊？哎。哦哟，我又被人烧掉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烧掉了圣木了，我还要一只。哎呦，我每次按回来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的按左键，哎、欸，不是下意识按右键，里面还有人。裂了，又裂了。有吗？他一直裂。下来，是不是又不裂了？速度不快，啊、没有，他跑到一楼了。啊，二楼。
戴森确定不是雷鬼。结束了吗？刚刚那个结束。女妖确定是有听到那个声音。就要出现了。哦，就现身而已哦。现身而已，现身而已。有六位角。现身会，现身会走哦，会有线不会走。会啊，会啊。我再听一下。那我帮你看一下。有点。嗯，有力量。那你躲在哪里啊？他下一楼。我最后面的剑。还在一楼。再听一次，如果还是没有的话。我也来楼梯这里了。他上楼了。上楼，上楼。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努力。没有，还没。裂了，一直裂，都没听到声音。下去。你看我地下室。那你听得怎么样？没声音啊，他不叫。那应该不是吧？不是，都我现在听到的声音。大爷倒不是吧？有可能是大爷。Shit！ 给我玩收音机。啊，裂了。好吧，这次裂完我要闪了。结束。反正刚刚是谁说听到女妖痕？是我。那是我。有那个声音是像什么？是男的声音吗？还是女的？男的。那不是，那不是女妖。那就。岔爷哦，不知道是不是岔爷，岔爷会早裂。刚刚那个不算早裂吧？算吧。刚刚那个不算早裂，那个我们理智已经够低了。幽灵善于开门，大开大关。
后妖怪是个笼子，这个要测试。好吧，三只猜一只吧。好了，另外一个嘞。OK。选好了就关门喽。哇，结果真的是女妖。结果真的是女妖。Welcome back. I've got some jobs ready for you. 听不到她的声音。来一个专家吧，先休息。哦，好的。走吧，再打一场。十字架主猎杀，哦，到了，车库是吧？客厅可以躲。车库也能躲，都是躲箱子后面。啊，丢东娃娃。
娃娃。啊，对。他这也没丢啊。应该不是地下室，地下室温度正常。OK。听好像不知道是车库。车库东西也没有被动过。对啊，没有被动过。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六度那个进来左手边那间房间，哎，不对，这里面右手边那间房间可能要看看，刚跳两次三点多度，南海堡这一间跟，我看那个巫毒娃娃手在抽是正常的吗？五级。他是走廊鬼哦，去。对，走廊鬼。反正空拍，牛逼。互动了，还他妈的空拍。优秀。优秀。Are you here? Are you close? Are you ready? Are you here?哎，又狂拍，牛逼！互动的都是没有指纹，互动他妈的都是假的，没有指纹。Are you here? Are you close? Are you close? 哦，你求那就有了，两个鬼而已，雷魂换妖。你求跟什么？换妖。我说另外一个证据。武器。有雷魂。要把东西收出来吗？幺，我觉得换幺就是要看，换幺是不是一定会有指纹？不一定，换幺不一定，换幺不一定会有指纹，不一定。他可能会没有五只或六只三个选项。是已经两个答案，我们是啊，我们是专家哦。对，对，专家呢？点阵要先摆着吗？还是先不要？先摆着吧，先摆。摆着吗？哎，先摆着，摆着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点阵被拆掉了。有刚拆掉。因为点阵是雷魂，指纹是幻妖。那就先放着吧，我觉得。先躲着。会躲客厅。又躲客厅了。不想拍门了，那个门真的是。天杀的。骨头还没找。拍到鬼了，张骨头，张树，
下。他是不是丢东西了？就现在这两只的鬼特征都不是丢东西啊。一个走快，另一个。一个可以，这个可以，那个猎杀就知道了。还有一个。可是如果说他是雷魂的话，他也没有在炸灯啊，还是灯我们都没在开。哦，有洞。不开灯他会炸吗？还是不会？不开灯他不会炸。伤啊！相机，还有相机，在这。救一下！别追谁。我们现在差的就是支架阻止鬼猎杀，蹲着就行了，是吧？是降临，那就你就客厅降临之就好了。他会不会就过来？现在要找第三个。你们要去电视也可以啊，是客厅离门口比较近一点。把灯关掉啊！记得。关了，关了。哦，有了啥？现在我在一个群组里面，一个另一个群组里面，等一下啊。哈哈，果然是你，弯腰，又吃啊！因为我在别的群组里面，啊、所以。我看，还是你要过来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等下会不会在玩。好，降临。你怎么看？啊？你们，没有，就跟观众说个话。谁？观众。嗨。嗨。你好。大家好。
哼。两个字。哦，唱歌。请在客厅呢。关系。我来戳个娃娃，降个理智好了。你要确定哎、欸，他现在在客厅哎、欸。我理智多少？现在？你理智？我躲在一个另一个地方啊。还是没电呢、哎、我要开戳了，我要开戳了，戳吧，我好，我要开戳，戳吧，棒，心脏，哎，有了，害羞，一戳就中，是我是要降理智啊，等下练完还要继续戳，难戳。觉得他走路很正常的、欸、站在刚刚 那堆机器那边。他换腰啊，他换腰，他不是雷魂。这是个换腰。十字架有挡到吗？还没，没有，这是主兽猎杀不会挡。啊，好吧。结束。好，开个灯。好，继续戳，降个理智。戳到心脏之后还可以再继续戳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继续降理智。你要出事了吗？对，要出字。我现在理智领了 ，OK OK。这个也是诅咒猎杀。哎，别过来！往我这边走。他听起来很喘，听喘，老了。那么大了还要杀人？先把十字架位置换一下，换了，还在裂哦，在裂，灯还没关。好，好了，结束，结束，结束。换个位置，还是没有。那车库是不是应该要担心一下？这个不确定，他有没有换位置啊？
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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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那边，我听到了，他还在，他还在走那边。我刚才担心一下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地上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换了个位置，看能不能挡到。再挡不到，我也没办法。哈哈。快打！打气！哦，有挡了，挡了，挡了，挡了！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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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Nice！ 你确定不要等一下吗？我出来了。我在努力的走出去，不要管啊！我成功出来了，终于挡了最难解的。那它是什么东西啊？换腰。那看吧，如果它在房间里面，那个世界还蛮好看。可是我真的很讨厌走廊。对，走廊太大，还好这个走廊算小了。骨头没有找到，没找骨头、啊。我好像有点印象在哪里耶，完全把骨头给忘了。那没找，光顾着接任务了。真的。Welcome back. This job's ready for you.再玩一次这个吧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数据里面最多的这个就是这张地图了。这张挺好玩的。以前我比较怀念以前可以卡地下室那个地方的时候。Where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Are you here? Here. 车库都不能读。骨头在地下室，然后那个召唤阵也在地下室。电那个啥也在地下室。电闸在地下室。我应该在，我不知道。好像没看到电闸。地下室吧。对，我在地下室。楼上有些开的地方是可以读的，稍微打开一下，没有动静。楼上右手边第一个可以柜子可以读。电闸在水库、哦。
开了。这谁雇我？我。对，那个新版的店长。瞎了。哪的？在二楼吗？我们可以这样反看看，其实。我们带着风铃盒到处走看，应该 maybe 应该会有什么东西吧？要我看一下有没有房间有没有东西乱丢？没有收获。目前看下来的话，没有东西。我去电脑室看一下吧。反正这里就是了。第二是没有，第二是温度正常。哦，好吧。可是那时候才刚开电闸，不是吗？哦，电闸开完之后我才下去的。哦哦。好东西吗？没有。好，开了，开了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听到抖的一声，但是我不确定在哪里。这个有点太吵了。那个刺骨走廊，二楼小走廊。OK， 小走廊是哪个小走廊？右手边的。左边。那个很大哎、欸。这个走廊超大。要确定这叫小走廊哎、欸。所以小条的跟大条的算一起啊？对，这没有这个走廊全部都是一起的。对。它就是这么的几百，二楼的所有的走廊都是一起，所以刺骨确定，然后其他的不知道。看一下有没有零球。我刚拿上来，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有灵球，是谁在玩我？哦，玩我这个夜市，我这样说怎么一直一直关？没有，我是打开哦，我是开成黑白模式哦。然后鬼在玩我的摄像机是不是？是我啦。有刺骨对吧？有刺骨确定好。刺骨确定了。那就是你魂、啊。怨灵，剩下怨灵。你魂。Hello， 你们还有缺吗？不是灵球、通灵盒跟刺骨吗？哦，那这样有可能会是你魂，有可能。啊，刺骨、通灵盒、灵球之后只有怨灵啊。因为你魂会有一个灵球。有一个 buff 是会出现灵球、哦，所以还要再找。是也没有灵。啊、对，会有灵魂啊，灵魂或怨灵哦。走，我们去点蜡烛。我们看看有没有指纹，看看有没有指纹。有指纹就是灵魂，没有指纹就是灵球，就是那个。啊，你啥？没有指纹的话就是怨灵。走，我们让阿丽莎走。我去撒盐，你要帮我开个相机。OK。没事啦，还蛮前期的，不用怕。怕，看一下。看到鬼来了，我就先跑了。
不用怕，我的理智已经在开裂边缘了。你们还好？再去拿一只那个。他来开门哦。我理智已经50%以下了。我稍微在里面躲一下，让他看可不可以弄个指纹出来。上面有紫光吗？上面有一个那个，那有啊，荧光棒。我刚拿上去一支，那我再拿一个水桶上去，来看一下。现在要躲哪？躲厨房啊？最后面可以躲。啊？最后面可以躲。嗯、最后面。厨房或是？打开那个了，开裂了吗？还是你们在干嘛？开裂。我有点担心，因为我在厕所的门后面。这么快的、啊，兄弟，你还活着吗？在，我还在。那个有点吵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？是什么来着？按鬼彩岩成功塔脱猎渣，不对啊，那我还得上去啊。看一下有没有紫光，地下室门看一下吧。啊哈，有指纹，果然是你。后边还有五张，可是也没有彩。你们、oh. 你们，哎、欸，没彩岩啊？鬼照还没拍吗？猎杀，猎杀，猎杀！等一下，你先走，你先走，你先走。Hello， 要拍照，那你过来拍啊。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。傻眼了。给我拍到了，第二张拍到了。结束，结束，太快了吧！你直接把那个手电筒丢出去。啊，我手电筒一直都没拿。是吗？对呀、啊。这样应该有几道吧？果然还是不采盐啊！需要盐。我们再多放几个。我放太近了。你太怕了。把理智吃高一点，去也比较安全。现在还能刷药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那这个老 bug 都不改、欸。现在也不用刷，派一个人去就好了。是啊。